来。阿长得绿哦，来，放起来。这是什么茶？这个是柚花绿茶，就是也是你们这边卖的，是不是？我们自己对自己做的。可不可以借我闻一下你的茶？来，绿茶，柚花。这个因为它直条的，所以我们拿这样子用横向的，一点一点雷，那雷到出油。请问这怎么卖？这个一包600块，一斤，一斤，哦，半斤，半斤一包的。我在录影。这样子才会磨。我想一人弄一下，给我们照下，好不好？好，等一下再换你弄，等一下再叫你弄，来照，照我一个就好。哎，照我一个，我照我来，我帮你们录影的啦。哦，你要讲话。哎，你好，我好用力。等一下磨给我，等一下磨给我。你眼睛都没看。它是要从侧边一点一点这样子，这样它不会散。对，这样再磨有没有？对，要磨一点一点。你磨半天也磨不出来呀、啊。照试一下，是不是要唱歌啊？配合节奏，好香啊、哦！好香啊！用力磨，用力磨。有，我很用力，很卖力，很香很香、哦，很卖力啊！好了，照起来就好，拍就好了。有照起来就好。来磨啊！磨，现在最后换你磨，慢慢磨。不好磨嘞，对，不好磨。磨要慢吧，如果太用力，听说这会破掉。破掉，好像曾经有人破过。那男生比较有力气哦。对，人家这样慢慢，你不是在那晃在那边。我们是要照相，不是要秀。我们最主要是要照相，我们找些人照相，不对。我要参观他的。哎，因为我们这磨一个是150块钱啊，在北埔那边啊。来，帮我看一下。美茶在外面磨的话，一个人是150。美茶还那么贵呢？你帮他拍，我在录。只要拍是不是？我拍就好了。哎，你这个怎么自拍了？这个？哦，来，你的模式。对，那我们等一下可以自己去拍哈、哦。本来跟你们讲1斤40，我们现在降价1斤20。按那个照相机啊。对，按相机那个就可以了。有啊，要磨的都很细耶，所以要至少要半小时。听说要磨很久啊。对呀、啊。